说落来是报道台湾话的单元，咱来看卖今日老师要教咱什么趣味的台湾话。欢迎大家到底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艺术是万花，艺术是动作慢，个性又固执。咱来看例句，一个囡仔真万花，无论安怎拍、安怎骂，拢袂惊。过来是俗语，十念大家出万花新妇，十念规工细细念，大家伯伯、翁婿的老母、新妇、后生的某。出来闹大家，一天到晚会甲新妇细细念念袂煞，新妇听久就会惯势啊。新妇虽然袂应嘴应舌，不过嘛是咧吞忍，惯势就成自然。大家细细念，自然就有反应，慢搁固执的新妇，所以想过十念，这不是好现象。